想说，这台宾士超帅的，双门跑车型，想说车主不知道是谁这样子。结果我刚刚一个转头看到车主下车，他现在回来了，来我们即将揭晓。很夸张，车主是一个阿嬷，什么意思？阿嬷很酷哎，直接给我开宾士双门跑车型哎，真的、啊，大家跟上好不好？跟上。